才上我的直播，那二十你不蹲我的直播？我这好像。大家好，大家好。今天随便播播好吧，明天因为拍证件还会直播的。今天来听故事，嗨。嗨。啊，这个歌了。Hello Hello。嗨。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播。那怎么？那你上课？哦、你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播。对，他说我经常在他上课的时候播。哦、我说你胆子那么大呢？我下次要试试上课的时候直播。我下次要试试上课的时候直播。晚上好，谢谢五口三送的啾啾。辛苦了大家。嗯。两位应援会送的这个绵绵冰，很好喝。哎，潘子在呢，潘子在。现在才不是叠词的猴送的什么吗？啾啾。潘子今天是小王子。哇、哦，怎么？哎呦，专业。嗯。妆厚。哇，他是玫瑰耶，磕死我了。哈哈哈哈哈。他是玫瑰。他的衣服上是玫瑰，你是小王子，他是玫瑰啊。哦。无语。我都没有反应过来。磕死我了，磕死我了。哎、有吃的吗？没有，这个地方是我在你能在群里问问谁有火腿肠吗？云南粉丝团，哎，你的肠找出来了，你能给你留下什么？不是过期了，不会过期吧？不会，我说的像他那个风腿啥呀？你是云南的？没有过期。你看这袋儿里，我可想去云南了，我觉得云南可好玩了。云南可好玩了。好啊、谢谢杰泽泽送的啾啾，谢谢曾思纯，曾思纯最喜最曾思曾曾曾思纯最喜欢我送的凤放风筝，谢谢金湖送的花下秋千，好棒，从小谢谢金湖，谢谢曾思，谢谢刘倩倩最喜欢我送的旋转木马，毛盖很难，毛盖是开卷还是闭卷？嗯，闭卷。谢谢张琼宇最喜欢我送的叶子粥，谢谢 D S T 不是吧送的巧克力，送的纯爱小。纯爱战士小葡萄送的鲜奶茶，诺尔哥哥大猛鱼，天啊，这特效真不错，谢谢。曾思纯和曾思纯最喜欢我，和刘倩倩最喜欢我，还有金湖啊，谢谢啊，看不过来了， hello, hello, 看不过来了，兄弟们，谢谢 M 七七幸运送的纸飞机，谢谢张琼宇最喜欢我送的叶子粥，谢谢你，你不会是这么多个号一起的吧？你们不是同一个人吧？哇，这也太可爱了吧！这个饺子好鬼畜，我跟那个，你看，哇哦，买礼物吗？对，谢谢小小晴送啾啾，其实没看到，啾啾，谢谢风飘丹琪送的水晶弹弓。那我不要做大猛一，大猛一这个名字听起来也不是。我知道他，还是小王子好听。对。我就做小王子。有事要说，咋不说事情？你让我说事，我就说事。但我没看过小王子。哎，没关系，不重要。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故事，你让我说实话就说实话，浪漫的故事，你想、就是、你们来倾听了，小王子一直在找他的玫瑰，好的、嗯、说是怎么，那我别说，你让我别说我就别说，别说别说了别说，谢谢一尘不染冯小胖送的啾啾，老公妈妈爱你，这是什么关系？这是什么关系？复杂的关系。你们是什么？谢谢诗雨送的两个啾啾。那我想怎么样？嗯，你是要跟我干架吗？我怎么还有这样子的分类呢？我是要等人到齐了再说，人还没到齐呢。接掌的时候抱了领姐这么熟练，还不油腻？油腻吗？不油腻啊。对呀、啊，抱抱而已啊。这不很正常吗？很正常啊。提心吊胆，为什么提心吊胆？很正常，这太正常。我要说是、啊、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严重，好吧？我们在秘密，我不应该起这个标题。我直播间的标题是家人们有事要说，有事要跟他的粉丝说。你们也然后他们进来都问我怎么了，所以我说我今天就随便，好像很严重的样子。这不是很正常吗？该有事要说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时间到，对，时间到，因为我今天刚拍了证件，因为今天刚拍了证件，大家预告一下，那我今天直播就是明天有事要说的预告直播，大家都有事要说，对，大家都有事要说，知道了吧？哎呀，真是没办法，大家都有事要说，这必须要说呀、啊。主要是我今天拍证件的这个，今天拍证件的这个日期非常的，且行且珍惜。什么
不是不是啊，不是啊，陈琳谨言慎行，你不要让他们误会，哦、不是，不要让他们误会，我潜行且珍惜，不要让他们误会，顾客会也要潜行且珍惜，虽然可能是十年以后，但也是潜行且珍惜，对，我已经续约了，我已经续约了十年，对，这件事我今天要说的事情，我已经续约了，对啊，正常的告白，你这样让大家觉得我也续约了，我没有，我没有，我可没有啊，就是，哪都没入坑呢。我因为我今天刚拍了证件，然后我拍的证件真的很累，我今天拍证件，我证件要用的东西真的太累人了，太累人了，我今天我今天拍完证件到剧场已经没劲儿跳公演了，我累得要死。对，第二次去年参加了，嗯，然后所以我多惨，我去年也没有进 S8。我的证件是表演才艺，好像证件都要表演才艺的吧？科一的证件太厉害了。对，陈琳今天围观了我。我昨天也围观了。昨天也围观了，笑出眼泪了。对对，陈琳昨天看我练习今天要用的东西，她笑，眼泪都笑出来，她哭了，被我感动到哭了。感动到哭了。谢谢天天 KL 送的十根元棒，谢谢松鼠轮在优厚优厚送的巧克力，你已经不叫优厚优厚了，但是我念得很顺口，所以我还是要说松鼠轮在优厚优厚。我到现在都没有。拍武打片，对啊，就拍武打片啊。因为今天拍了证件，我真的是拍完证件，我到了剧场，我没劲儿跳公演了。然后就说一下今年我的目标，我呀，我今年总选的目标是要进入圈内，然后做我们队内的前七名。呜呼！谢谢做个好人送你啾啾。可不可以跟我抢位置？跟你抢位置，你也要做队内前七啊？你们这七个名字，你也要做队内前七啊？做站在前面的中流砥柱啊！对啊，谁不想做中流砥柱呢？就是啊。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不仅要重新进入圈内做插队的前七名，我还想要那个季度的 MVP， 因为可以表演节目，又要跟陈琳抢位置了，是吗？姐妹相杀，姐妹相杀。但我一听我的对手是王瑞琪，我放弃。不要放弃，可可一，你可以，你一定可以成为下一个季度 MVP。好。对，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感觉好像给大家压力了，这好像是我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看得见吗？看得见。我做好决定就行，你们确定吗？确定。但我之前好像没有这样子过，以前都觉得，但是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我们形势太严峻了，所以没有办法，而且现在肩上的责任有一点重，我就想做中流砥柱，大家一定要帮帮 Coco， 不是加油，大家一定要一起加油，我们 Coco 一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们 Coco 一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他真的很认真的在做 idol， 对，我今天已经续约了，续了十年呢，十年呢，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去剧场，就是因为我去签合同了，跟老爷谈合同呢，对，说真的这个事情我会信的，就是我今天真的为什么这么晚才去剧场，你太单纯，为什么这么晚去剧场拍证件，本来很快就拍完了，为什么我这么晚才去，就是因为我今天续约了，我又续了十年，所以就真的很重要。可可一今年2324啊，大家前行且珍惜，所以就是我相信大家就是从疫情开始到现在这一年里，感觉我跟以前的变化也是有的吧，所以就是感觉我小鹿怎么不说话了，小鹿开始倾听了，小鹿在学习今天怎么说。谢谢土豆牛奶没有保送酒店奶茶，这个时候来感谢礼物是不是有点不太，谢谢安慧送的皇冠，他的 ID 有语音啊，他有个那个标，谢谢老板送的皇冠。怎么回事？我说晚安了，我的粉丝全在这儿了。问扣扣一在开玩笑吗？我觉得。谢谢奈克斯势能者送的十根元棒。反正我是会信的。你是今天看公演的新粉，真的吗？放到谁身上你不信呢？对啊，
就是放在我自己身上我就不信了，说我跟又续约了十年我是不会信的，我觉得我的粉丝也不会信的。你本来就学十年了。陈琳，这里有一个叫世鱼的人说，陈琳你就当没见过我，记住了吗？他的 ID 叫世鱼、哦、我记住了。你困了，你困了去睡吧。好了，你们信啊？怎么说呢，从疫情开始到现在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一些我的变化，就是跟以前不同的变化，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也成长了，变成了更加可靠的人。对，是这么说的吧？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比以前要可靠一些了。那这人我认识，感觉也比以前更加会表达自己的情感了吧，因为我以前太憋了，就是以前我啥都憋着，为什么现在我老是跟我身边的人说啊，你不要憋着，你不要憋着，因为我就是以前太憋了，我把自己憋坏了，所以受很痛苦，就是受了很多苦，因为我太憋了。哎呀，大家加把劲儿保命。而且让他。然后我还是挺感谢这个疫情的，他让我感受到了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也让我自己学会了释放自己的情感。但是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疫情才让我学会了释放自己的情感，就是怎么说呢，疫情让整个环境都变了吧，然后就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了你们对我的那种情感。对，真的很深刻，就比以前更加浓烈，你们就是比以前更加浓烈，你们情感扑面而来，就是少女的想法嘛，就是如果真的意思拿后面的话，那我不如从头开始就没有参加。所以说，对不起，所以说就今年的目标是进入圈内，去年也是说，去年喊的是重返圈内，但今年不这么喊了，就是进入圈内，因为从头开始嘛，对吧？我这辈子都没进过圈。从头开始就这么说的，这辈子都没进过圈，所以说我要进入圈内。你奶奶的自信，然后做 Team X 的前七名，就是我今年的总选目标。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我心里没底儿，我不一定，我不知道。怎么能这么说呢？一定可以的，自己也不能打退堂鼓，对吧？对对对对对。人要有野心。这个叫性感。无语。虽然人要有野心，但是也得有点 AC 数。不行 ，AC 数就没事儿，不需要它，就是要有野心，其他不重要，一鼓作气往前走就行。我的事情就很重要。因为去年喊目标的时候，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其实今年有一点担心你们，就是怕。所以我想。我很怕给你们压力。但是因为现在情绪太严峻了，我也不想给大家压力。我是真的，我在这儿。待了五年还是六年，我没有这么正经的要跟大家说过我进圈的事情。我的偶像事业非常简单。陈琳翻车时间，还好还好。加死灯吧是吧？没事，就是灯。Just 灯吧。一四八里面要没有陈琳刚刚跳了一支芭蕾舞。我本来就是非常对五年了，是觉得没有这么说。陈琳快了啊！啊，第十这样子。我是说你哦，我是说你，就是比我后面的小后辈好。多好，我觉得。谢谢送礼物的朋友们，我就先。不一一感谢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就是要说的正经一点，是真的。大家是因为不想给大家太大的压力，因为我知道我的粉丝的群体是什么样的，我也知道我的粉丝可能大家的能力什么的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是真的不希望你们有太大压力。不知道你们的。而且我也经常跟大家说，包括翻牌，我也在说，我说饭偶像只是生活的一个调剂品。你们不应该把太多的精力都全部倾注到饭偶像上，我也希望你们是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饭偶像。有人说玲姐丢人丢到别人的直播间，丢了两个直播间。怎么的了？我给他们跳了一支芭蕾舞而已，怎么丢大神儿吧？你们不知道我们这房间多小啊，还要挤三个月。啊，我今天晚上睡着了。太棒了，来了跟我一起睡。多次邀请你，你不来。
可可一也是垃圾。我怎么垃圾了？就只有那一天，因为害怕打雷，赶过来。饭碗很快乐，对，所以现在就是。快来，小鹿今晚我睡了。OK， 星六小鹿今晚上跟我睡觉了。我知道我很好，我知道我是一个好人啊。快快快！我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拉哥，你今天晚上跟我睡啊？而且其实我今年也有看到，其他的一些成员他们的就是怎么说呢，应援会的实力什么的吧，嗯，所以我自己其实还挺没底儿的。你怎么说拍证件烦呢？拍证件多快乐呀！是啊，说不定还能给你续个十年呢。就是啊。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总觉得说什么，你的初心是什么？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因为我感觉好像，讲不出来。我觉得我五年以来都是很真情实感的在当偶像的，虽然很多人都说真情实感是会遭报应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想法太坏了，真情实感怎么会遭报应呢？你想给大家展现的是可能你最后真的遭了报应，但是在抛开报应这抛开报应这一说啊，就报应是怎么说的呢？就可能你最后真的遭了报应的意思就是可能你最后真情实感没有获得你真正想要的那种东西，但是其实在这个付出和收获的过程当中是很有意义的。对，过程是很快乐的。我觉得我太早就是认清了这个游戏，所以我就有点纠结。我今天开直播前我还在纠结我要不要今天说呢。经历过就好。对，中立粉丝的好感票，那我的中立粉丝可多了。说出来就好。对，要让大家知道我其实也是想要的。今年是最难的一年。谢霆，用谢霆话来说，哪年不难？对啊，哪年不难？哪年都是最难的。所以就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吧。虽然我知道大家就是我自己粉丝啊，就一直陪我，包括现今年也来了很多新粉，我也知道你们有在很努力的用自己的方式给我应援。我也经常说，我就说应援不一定是。要怎样怎样才是应援，就是每个人应援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没有路人票。包括之前有一次开直播的时候也说到什么白嫖不白嫖的问题。自己的一推的，对不对？只要你是用自己的方式，我觉得白嫖不白嫖不重要，你要我觉得你是真情实感的就好。眼睛好点了吗？对。Hello，Hello。好点了，但是其实这边还有点肿，有一点不聚焦。说总选目标了，对啊，说总选目标了，哇，是不是不停的有人进来，我就不停的重复，这样就是我这个直播间就重复着，我应该放一个那个小喇叭在这，对，那种，我今年的目标是对，进圈对内进击，哎，灯灭了，我知道，灯光洒落，不是这么唱的，是灯光洒落。玲玲，你能怼一下那个吗？他充上电了吗？怼啥呀？就是那个电脑充上了吗？充上了。哎，那我就是。哎，刚没充上。没充上。那电脑是满的。哦。现在说再充。那我重新插。哎呀，不行哎，这个灯。哪儿还有插座啊？插座。后面。哎，冰箱后面吗？冰箱那儿有充电板，我刚刚还说了。五把，等等我朋友。那你就只能插这个了。哦。你就插这个吧，你再插一下。我这个电脑在充。我跟朋友分享烦恼的时候。哦，我这个好了。然后。好了。那个朋友说。谁的房间？陈琳的房间。对，你说的每一个字，对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情实感的。我说，那为什么我这么糊呢？我是最好，在你们心里，可能在某些人心中是最好的。对，我今天目标是圈内，然后这个圈内的具体数字就是在 Team X 的前七名。今年的目标是进入圈内，然后做 Team X 的队内前七。加油啊！好久不见，你都不来我直播。
紧张。然后今年不是还有两个季度，是两还有两个季度还是一个季度？剧场的那个 MVP 也希望大家。好，那说好了，一个是陈琳的，一个是 Coco 一的。哦，是一个是陈琳的，一个是 Coco 一的 MVP 公演。主要是今年没有生日公演这个事情，是前期没有生日公演这个事情对我打击有一点。是啊，比较打击有一点大。我从我进来开始就没有生日公演了。小鹿，你说你想唱什么？哎呀，好。跟一起跳，我的生日公演，我还要拉票呢，30分钟了。嗯。天哪，陈琳是一个大好人。对，想跳什么？一起跳。好伟大呀 ！C C C。谢。乔木 FC 好久不见你啦！我觉得要大家一起跳才快乐，想跳的歌也大家一起跳。要哭了，我没有要哭啊，谁要哭了？如果大家不想跳，会被强制拉票时间定了吗？反正接下来几场公演大家可能都要准备好，因为我的拉票可能是6月中旬。我的拉票也是，我已经收到消息让我准备拉票。哦，我也收到了，但是具体时间我不知道，能不能再商议一下。然后他没有跟我说具体时间，他就让我准备起来。意思就是说到时候给你到点了你就上。这么快？对啊，因为我们是按照名姓氏来排的。变上海滩，那我所以就相当于，哦、是夜底的皇冠。只有就是、我们没有进圈的成员是一年只有一次拉票公演的10分钟是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的。谢谢送礼物的朋友们问啊、哦，谢谢这个混混顿顿浩浩汤汤。送的就是有元宝，还有心中舞女人巴拉巴拉送的元宝。前面送礼物的我没有一一感谢，因为有一点脑子有一点。你的姓是拉票在前面。对，按名字首字母。收到你的赔罪。没有，因为玲玲是有生日公演嘛，她可以说吗？是可以。哦，玲玲有生日公演，所以她想把生日和拉票放到一天，所以玲玲应该是有很长的表演时间。对对，就是她可能很长，所以说她不会按名字来排。对，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跳，想跳什么？你们真的要有兴趣的就跟我说。虽然我已经问了扣一，她说她没有什么，她的歌可能我不感兴趣。没有呢，我刚公演期间收到的消息，我还没有想法。拉票嘛，15分钟。哦，15分钟啊。对啊。哦。对，去年就是15分钟。哦，我一直以为是10分钟呢。做点我自己想做的。拉票有15分钟还是5分钟？去年已经很努力的跳了新航路了，就是让大家一起嗨了嗨。今年我就做一点自己想做的。还有演讲，演讲可以写小作文嘛？演讲可以写小作文，然后演出。15分钟也做不了。还是挺重要的，我比较喜欢把想说的放在节目里。有点意识流了，之前的生日公演也是这样。15分钟，不过15分钟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好好想想，都有想法的跟你们。给个群号，511-511-76-23，511-751-23，密码06-27是我的生日，和海伦凯勒是同一天啊。511-751-23，511-751-23，密码06-27是我的生日，和海伦凯勒是同一天。海伦凯勒是谁？就是写《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那位女作家。探戈我跳过呀，探戈跳过。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歌舞剧。小鹿的粉丝要被我烦死了。没事。今年的目标是进入圈内做，然后在 Team X 做前七名。对啊，所以就得进圈的人多一点了，才会好好的重视我们。对啊，我们队得大家都支棱起来。你们 Team X 的粉丝也得支棱起来，我们支棱是没有用的，粉丝们也得支棱起来，我们都是相互的，对吧？谢谢阿哥不吃糖送99个元宝，下巴长胡子了。我觉得他对的粉丝不能对自己的小偶像要求这么高。下巴长胡子了，没有呀。跟小偶像说，你还有什么什么地方不好？我头发那么少，我浑身上下的毛发都很少。虽然这话我都没有眉毛的。哎呀，谢谢 NASA 送的99棒棒糖，水晶弹弓。啥呀？那靠你了，你一个人。谢谢假面骑士送的99。这话说的，哎呀，你们说这种话，我又会
那个什么的，就是不希望你们这样，不希望你们说什么少买一双鞋，多投多少票，少吃一顿什么，多怎么怎么样，就是我都说了，饭偶像只是生活的调剂品，我不希望你们因为饭偶像在这里面倾注了太多的东西。来，叫你一会儿跟着光，成为光，去发光。陈琳，你好像那种传销，是不是？这句话真的很好，我一直在心里默念，跟着你喜欢的偶像，然后成为你喜欢的偶像的样子。对啊，我现在就是想成为。去发光嘛，在你的世界里，噼啦噼咔。噼咔噼咔，噼啦噼啦。噼咔噼咔，噼啦噼啦。吓死！我愿意跟谢老的合金弹弓。对，真情实感的一员就好。谢谢乔美 FC 送的皇冠。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刚刚 solo 唱歌还是跳舞？是什么？什么十五分钟的？稍后就要忘记跟女朋友来投票。而且我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说，但是我又怕我现在说了以后拉票就没得说了。都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唱歌。我是仅次于奥特曼的偶像了。我这么厉害了。我想把我真实想跟你说的话告诉大家，但是我觉得大家不喜欢听。只说话，所以我想着做个节目跟大家做。我会写稿子，今天拍证件也写稿子了。孙老师给大家上谢谢，希望你推不坐大巴车送纸飞机。换你的 ID， 看看你的头像是谁啊？方琦是吗？谢谢猫半仙送巧克力 ，Y 大爱送的棒棒糖。省着点说，对，因为我觉得我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东西，就是我想给你们表达的东西，说来说去其实也就是那些东西。但是因为有时候其实可能很多看直播的朋友他们不是一直关注我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就很多东西我就反反复复说。就是我自己的想法了。膝盖要去检查了。检查了，不用担心，反正我会照顾好自己，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其实好每天好多翻盘，大家也都说要照顾好自己啊什么的，我也说大家要照顾好，就是身体第一，在我这儿身体是第一啊，就是想在你，我一想到运动会的时候，拔河，李心燕她把那个拔河的绳子勒在自己身上。勒在自己腰上，我们大家都让他小心一点。我就跟他说，我说星星你别这样，你这样磨到了就多难受呀。我说身体要紧，身体要紧。然后星星说，不要赢。很可爱的小孩。天，星星跟你是一年的吗？星星，李星星差不多比我小一点，小一岁，没有到一岁。小鹿在我这儿都不算是妹妹，就是给我的感觉比较成熟温婉的那种，但是星星就会感觉是小朋友。嗯，因为好要强，女儿那倒不至于，小曲我都不觉得是女儿呢，你这说的有点太过分了。然后好像就没什么要说的，我怕说的太多了。这辈子都应该保持的事情。拉票没得说，但是我又怕，要是没说拉票，哎，说不完，节目不够演。你说这人吧，就是。怎么突然喧嚣？没有喧嚣呀。不是真实的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会让我觉得存在在一个。天平上，摇摆的天平上，就是我知道大小乔才有女儿感，大小乔我知道还好吧，我不觉得大小乔像女儿，我就是觉得像 小妹妹，可以让你得到一些好的东西。拉票回来直播说，你有什么晚上直播再讲，我不能再做进度了，所以我晚上直播了吗？那天我讲了吗？我忘了。周年那天我直播了吗？我讲了吗？我忘了，我真忘了。对，控制时间。播了。很重要。我觉得其实十分钟就差不多了。六六七七。哎呦，运动会的时候我看六六七七，我都觉得他们像 JNR 的小朋友，他们太小了，就像小学生。对。就是
对，太小了，然后就会觉得就是，虽然也觉得很可爱，但就觉得，怎么说呢？反正我的内心有一点复杂。你自己认不认可？就是。驴不哭，驴没哭啊！我是因为今天一早就戴着隐形眼镜，然后加上我麦粒肿还没有好，所以眼睛可能有点红。我没哭。我哭。我会觉得这种改变。你看，怎么现在？我以前都不怎么哭的，但是现在就为什么这么经常哭呢？我情感太丰富了，现在。不知道，明天来听听吧。我还没有想清楚。以表演为主，不是真的。今年以前，真的在2020年以前，我都不是这样的。就是2021年，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歪歪姚一纯看到我6周年那个表情了，不会是李晶发的吧？我当然是希望刷经验丰富主线啊，可是我也不可能副本，因为经历的太多了。那倒也还好。再怎么样，反正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疫情，就是疫情那段时间我特别敏感，就是疫情的时候我都完全不敢看新闻，因为看了新闻我会难受一整天。就是一条副本，你就是从疫情开始，我整个人就变得无敌会共情事，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共情，就会带入我自己，就是真的是因为疫情我才变成这样，然后也因为疫情我真的觉得我成长了。了解到了很多情感的可贵，就可能以前有一些我没有那么在意的情感。我感性，但是其实之前怎么说，我周围的朋友都觉得我比较理性。也可以在别的地方说话。就像我跟青青吵架，青青都觉得我有时候说的话太理性了，他觉得，对。大家还是喜欢好笑的。你也觉得我理性，对啊，是因为疫情才让我变得这么感性。那我是人生的主角啊，我为什么是配角？我当然是主角。我是学理科的，我不是，我是学艺术的，师范的，学跳舞的。这个不错，确实要把副本变成我的世界。证件也算一个节目，对，证件的时候要才艺展示。对啊，大家就喜欢。短平快的，抖音这么火就是代表了。你想，人家日活量14亿呢，日活哎，太吓人了。谢谢五口三松的叶子粥，叶子粥，叶子粥好像一个名字。没事啦，你们看叶子粥，自己开心。还有云呢，嘿，带王划船。他有新名字了，他不叫叶子粥。谢谢五口三松的带王划船。带王划船，叶子粥吗？哇哦，这名字不错。谢谢可爱，喵家汉堡送纸飞机。那以后什么夜蝶就是带王抓蝴蝶。因为他那个上面不是做了一个那个小包子一样的，那个不就是带王吗？对，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什么带王干嘛来着？之前。谢谢顾客送的啾啾。我跟你讲，我没哭呢，你们怎么回事？我没哭呢，我哭你也想哭，哇！谢谢你，玉龙少女，谢谢你。他们看我哭都想笑，只有你看我哭想哭。你会变得人云亦云。啊！我怎么？你们看，就是感觉今年新认识我的粉丝，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很爱哭的人，可是我不是。一旦就，哎呀，我怕这些话说出来。是因为我麦粒肿，而且又加上今天一早就戴着隐形眼镜，所以有点。大家都说谁谁谁好，大家就会觉得谁。今天在左站印象太深刻，哈。怎么了？没怎么，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要写个纸条在这儿，我没哭。就是你看你自己想不想？没怎么，我们在聊天呢。你想，没有自己的想法也是挺好。你没有觉得我容易哭？你认真的吗？你不是在跟我套近乎吗？是。新人入坑的可能都是上次周年。我应该要弹簧式表情包。但是说真的，其实我带镜框，我镜框在楼上呢。云姐已经睡了，我回来的时候云姐已经睡了。
准确的说是我们下班的时候云姐就已经睡了，因为我回来的车上我给云姐发微信她没回，我想她可能睡了，然后我刚刚回房间发现云姐真的睡了，她已经睡得很香很香了。娱乐向的那种，所以和周年来了很多新朋友，真的是不重要，真棒。你喜欢小偶像开心就好，妈妈你看你又来了，你叫我老公又说你是我妈妈，这什么关系啊。妞六周年酷酷表情包做手机壳，想看看，你能拍一个给我看看吗？你觉得我们养成吗？嗯，再问你一个问题，养成吗？现在还有给我养成的时间吗？嗯，当然要回，我还要回去卸妆洗漱呢，这就事情给我看。可是我现在我只有这一个手机，因为我在玲玲房间呢，现在白衣初送准备机。经典放送路人啊，那我就啊、哦、我知道那个经典放送是吧，你想说。对啊，本质应该是。你真的在写作业吗？你的作业怎么会这么的好看呢？放点 BGM， 因为觉得你们太认真了。你们放一首《芸芸众生》，你一定会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会成为的。雪莉，你这样好可爱。稍微有点吵了，我再听一下，写不进去了。哟，谢谢包子的旋转木马。酷酷酷酷。确实，这音乐一放写不进去。好漂亮呀！真漂亮。哇，这旋转木马还会比心。对。真漂亮，谢谢白衣初送的二十元棒。评论的时候就在想，这模式就像公司在抽奖。你要水？最像的是什么？没事，最像的我一会儿就下播了，朋友们。这个像是赌博。怎么了？就是你。我眼睛这么红，我看不清其实。谢谢阿哇，你的 ID 真的有声音，你加这个波浪号就阿坏，就是想要那样。谢谢阿坏送的旋转木马，就是刮彩票，谢谢。就是盲盒，而且我总觉得。谢谢玉龙少女歪歪送的。你没有。秋天的奶茶。嗯，哎呀，我觉得大家都懂，我觉得我没必要说这些事情。再说回早点，好的，我明天其实也要早起。哇，我连续好久，我连续好久都早起了。所以我今年的想法。嗯，是我想，谢谢严送的音乐棒。我想问问你们，就是我在你们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的人？希望我是你最后的希望，这会此话怎讲？我是第二次当选的。眼睛和头发一样的粉，眼睛水汪汪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哭了。所以你们哇，那我不就是楚楚可怜惹人疼的脸吗？非常重要的推，比我更加重要，所以我瞎说的啊。给我投票吗？那你们觉得怎么了？每一次我一这样，你们就无语就流汗了。就我做点那种。冉蔚和延庆他们能做的我就做不了，我要是做了大家就远了。如果你们说最喜欢我，那这个世界没有奥特曼是吗？不是，这个世界有奥特曼，这个话我已经讲了不下三遍了。这个世界有奥特曼，奥特曼它不是一个，奥特曼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物体，可以是一个人，它是一种信仰，你知道吗？就像有的人信仰上帝，有的人信仰佛祖，是一个意思。奥特曼是一种信仰。觉得我值得。然后你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地方都会有奥特曼见面会，其实这些人很伟大的，他们是在守护小朋友们的梦想，小朋友们看到都会觉得哇，这是真的奥特曼，我真的见到奥特曼了。148一看就是保命，而且我真的是从小就很喜欢奥特曼，奥特曼也带给了我很多力量，就像我喜欢偶像一样，就像你们放偶像一样，其实这是一个道理，真的这是一个道理，就像犯偶像一样，他们其实对啊，偶像也可以是奥特曼。奥特曼会守护大人吗？当然会守护大人了，他会守护每一个人的。就是非
他会守护地球。你们的爱。奥特曼就是为了守护地球的和平来到地球的呀。说我前一百没问题，好家伙，真的吗？所以，其实我出道的时候，真的吗？我之前发过一个视频，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去银河奥特曼的见面会，那是银河奥特曼第一次到重庆，然后我就正好赶上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奥特曼的皮套。的皮套，我自己也说是皮套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就是第一次在重庆有这种见面会，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那个评论区，你们可以去翻一下我微博，你们在微博搜一下银河奥特曼，就是我的微博里边搜银河奥特曼，我在评论里边好像写过，我刚出道的时候就写过，嗯，我不是这样突然卖萌的人，所以觉得不自然，所以就想哕是吗？对，小偶像也很伟大，在守护偶像宅的梦想，所以就是跟奥特曼是一样的，所以你说这世界上有奥特曼吗？当然有了，对吧？当然有了，小偶像也可以是奥特曼。对于你来说是童年，是一种信仰。对啊，不管它存不存在，它就是光。说得好。那张照片也是你第一次认识我，真的吗？奥特曼会穿裙子吗？嗯，这个奥特之母应该会穿吧。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能感受到大家对去年去看杰德了，我好久没有看过了，但之前有去。就是重庆有过奥特曼的展，有去看过，就是还有上海，就之前宝山，就我们中心附近有过。你在2017年公演才认识我，那就很也挺早了。我2016年出道，你不应该说2017年才认识我，那个时候我刚出道没多久呢。什么喊进圈？你知道我去年说进圈什么什么，你们当时有人奥特曼给你盖了，谢谢包子给你盖了章，真的真漂亮，包子荡秋千了。哎，那个怎么被刷走了？目标很高点，你现许奥特曼给你盖了奥特曼章，真的吗？知道的是你们心里奥特曼给你盖了奥特曼章了，是现什么样？难道你们真的？你们不是都把我往第一名上投吗？你2021才认识，我觉得啊，这个粉丝2021才认识我，可是这个粉丝我好像不是2021年才认识你的呢。肯定是尽力往最好的地方投，所以我觉得就算我投，就算我说我148，我只要去演唱会。那我觉得我也会跟他我不知道呀，先学盖章知道我很久了，但是第一次看我直播好温柔，我是挺温柔的，但是我有时候也很聒噪。40名，好家伙，难道我他们又恶了，第一个 MV 了吗？他们又远了，天啊，忘不了那个抖音，你知道我是因为表情包。嗯，想屁吃哦你们！上次打疫苗给小偶像盖章，什么意思呀？小偶像盖章是我们剧场的那个什么？其实我那表情那个我也说过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有一点恶搞性质的了，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而且那个是我的好朋友齐静他那样做，就觉得有一点。一时之间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接受，知道吧？觉得我的翻牌什么的，重温盖亚有新的感悟。嗯，我的表情包给你带来了快乐，真的，谢谢，谢谢我的表情包给你带来了快乐，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把我生成了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内敛的人，所以不打 S 队认识我的，就是 S 队。新的旅程的时候我还挺喜欢的，那个时候那套公演很是我喜欢的类型。嗯，我是那种不经意表现出来的很可爱，我不知道表情包吗？你的意思是刷出来我的1人1包刀，太棒了。我生日公演的节目准备的可认真了，又说回生日公演了。今年没有生日公演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还是有一点那什么的。我之前那段时间不是有一些不开心吗？
就是今年，就是好像是四月份还是五月份的时候，不是那天特别不开心，其实是可跟生日公演有一点什么，而且我那段时间经常在循环一首歌，它的名字叫麦当娜，麦当娜一吻。谢谢宋子妮最可爱送的棒棒糖和琪琪送的啾啾。我想要，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要确。库克，你在笑什么呢？我值得多少？啊，微博啊。就是、那我下，我只有下播了才能看了。我并不喜欢，我非常讨厌。但是既然我在这儿了，我就上次生日环节。看到的东西不是说。B 站刷到哦，云姐，没有。它的意义就是。你们觉得我值得多少？嗯，就是我现在能力到了什么程度？你们觉得给我的期待是多少？嗯，上一次是2019年吧？2019年我干嘛了？2019年我唱《来日之歌》是吗？入坑方式奇奇怪怪，但是其实最近就是我不是翻牌嘛，其实翻牌有好多都是公演入坑。就是在现场看公演的朋友，我其实是一个，喊目标，从出道到现在很喜欢，谢谢你，你是去了一次剧场发现我，谢谢，对吧？我感觉。就是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从我出道开始啊，从我出道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吸粉的方式就是在剧场，就是可能在镜头上，因为可能跟我的长相也有关系吧，可能在镜头上不那么没有那么的容易让大家看到，但是在线下，因为线下公演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之前也一直在说四八系的舞台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你只要来过一次现场，真的你在台下你就会感受到台上的人在传给你能量，你会感受到那种热情。喊一下爽一下，不，我没觉得。你不是现场是啊？真的吗？真的吗？不觉得。表情，表情，表情，表，表情，哎，什么？我喊，表情，我喊，表情，第一，好不好？我爽一下，是爽一下，彩排手给你喊一下，表情，可是我觉得这样我也什么呀？我又不会说了，就是、表情包、就是，表情包，嗯，我感觉会更加期待，镜头很好，镜头是比以前好一点，这样子，你好想来现场，你今天不是来现场了吗？你在装什么呢？不装，两周没见到我了，没有关系，下周见。嗯，揽镜圈吧。屏幕上我也很漂亮，谢谢。有人说我漂亮，我都不信。你漂亮。谢谢 RIK 送的是一个巧克力。对，我想对得起自己。目标是回国，希望你一切顺利，好吧？而且满满的诚意，嗯。而且我自己，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我今年在舞台，就是今年在剧场，我的改变还是挺大的。就真的是今年开始，因为去年都没有那么。对，现在。今年就也是因为我不是说我自己犯偶像吗？我真的太想念以前的 live 了。然后之前有一次，2017还是2018，我喜欢的小偶像来上海，上海演出嘛。然后他们的演出，就我喜欢的那个偶像团体叫 WASP 啊，正好穿了他们的应援服。今天就喜欢的那个组合叫 WASP， 然后呢，就他们表演的时候是可以拍摄的。然后我就今年。就是因为我很想很想去看现场的 live， 很想感受那种小偶像现日本的小偶像的那种现场的魅力，因为他们真的，我也看了很多地下的日本的地下偶像，真的很棒，他们表现力啊什么的很能感染人。我有看视频，然后我就对啊，我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我才幡然醒悟啊？但是他很无语吗？很让人无语。我。就是犯了他们这么久，我看了那么多年偶像，为什么我到今年才幡然醒悟呢？有一些事情，所以我就在舞台上，就是今年在剧场的舞台，其实做了一些改变。对啊，被掩盖了。
我之前都没有这样，但是从今年开始，就真的是从今年开始，我在舞台上在做了一些改变，就这种改变真的是有用的。谢谢火火火锅送的花下秋千。就是、我也很容易替别人担心一些事情。谢谢。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花下秋千。哦，大王座秋千。谢谢火火火锅送的大王座秋千，好吧。想要。误了误了。嗯。看到我舞蹈进步。是真的，就是我今年做出的这种改变是真的，这种改变是有效的，而且也真的更好的让大家感受到了我的热情，也传递了更好的传递我的情感。我觉得这种，对啊，我就纳闷了，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想学选秀赚快钱，我一边在这边吐槽。悟性，那我悟性也太差了，我隔了这么多年我才悟到呢。我是一七年还是？但是一边又觉得自己、哦、这是一七年的英文词，后边写了2017。让大家看不到。就觉得以前好像。我也是一个很不知道，我感觉以前我还是就是。我一边觉得。以前很怯，很差，就胆怯的怯啊，以前会有点怯，以前很怯，我以前很怯，现在没有那么怯了。见时钟花躺着还挥手，那不是因为有人叫我吗？时钟花的时候，谁叫我？女犯是吧？只要留在这里，就可能有那么一丝不叫社恐，我你也太乐观了，我这个人不是特别的社恐，就像是。你只要一直留在这个公司，你总有一天你会升职加薪。嗯。你要看你。在 S 队没觉得，但是那个时候我确实挺怯的，真的在 S 队的时候我也挺怯的。你做了，你在这个岗位做了五年，你想，你是这里资历最老。嗨，谢天一。接下来的升职会轮到你，结果接下来升职轮到了你底下比你新来的小伙。而且真正摆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性大家的特点，已经没有用了。那不是你想，你们想呀，就是会有很多弯道超车，不能是就没有办法是一成不变的吧？不，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吧？就是可能在你们如果是工作或者学习，你们也会有自己不一样的方式方法。就好像你妈妈跟你说别人家的孩子有多好一样。录完练习室了，这么快啊，谢天一。这么快，你就会了，谢天一。他今天上，他今天在公园后台就一直在那儿，在那儿咔咔咔咔，想揍他。对。时机到了就悟得更，嗯。我来，口袋吃柠檬不错，你说的。说的很棒，我觉得你说的对，感觉我成长了很多，真的。换一个话题。长大了，嗯。我想跟大家聊一聊。那倒也不是，啊，我突然想到了小鹿。嗯。我之前有前辈跟我说过，他说，就是我以前刚来的时候，我有听到过别人对我说，他说我觉得谁谁谁变了，他没有以前变得那么爱笑了。嗯。然后我当时其实没有特别悟，特别悟，直到有人就是有前辈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变了，你没有你刚来的时候那么爱笑了，我悟了，所以，哎，小鹿你变了，是吧？我也觉得我变了，所以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就好像你们说青春无悔，如果我在这个地方五年，我什么都没得到，你觉得我青春会无悔吗？真的有人会无悔？真的有人会说我只在意这个人生道路上的经验，我不在意这个结果吗？嗯，就好像你奋斗了一辈子，你没房没车，小了确实，你的精神富足了吗？路也悟了。影响太大了。没有，我记得我先就我没有跟你们讲过，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从进团开始，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经常可能有时候跟大家聊天啊，然后有时候可能碰到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也会说，他说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说我想走，就这么说，
但是我从进团，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想法，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想法，直到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不是没有经常出现在大家面前嘛，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整个人很不行。我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是我就是一个从来都没有过要离开的想法的人，在那个时候有了这样的想法，我自己都被自己吓到了。但是还好，我做的决定不是关于成本成本的这个决定，而是关于我明天证件喊多少的决定。当然了，嗯，其实不是压力，是各种，嗯，讲不出来，好像消失了。嗯，你说的一点没错。叹气我的偶像眼睛是有光的啊，真的啊。很多人都觉得是上学，包括现在，很多人可能提起我的时候就说啊，吕一怎么怎么，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有个新犯可能进来不了解，会说吕一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怎么讲，为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是我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不好，就是建制第一。上学只是一个给我调整的理由和契机吧，我觉得。我回来了，让你再多岗几年，哈。嗯，就是那段时间可能走了很多人。就是因为那种，就是因为经过那种时期，所以我才更加的知道，就是怎么说呢？你们，真的要睡了。不是我累了，我写累了。就是知道你们跟我，我们，嗯，我们之间，你我们之间啊的联系是什么样的？我们之间的情感是怎么联系起来的？不想回去就算了。夸我的，你把长眼睛都拉过来看看吧。肚子饿了。别。我也是，我好想吃我的肠呀。你怎么这么好养活？我想吃我的肠。我就想吃一个我的肠。最初的梦想。总会调整好自己的。不。嗯，话是嗯，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但不太一样，其实不太一样。嗯，每次回去都会觉得，哇，天哪，谢谢你，历史丹妮，你一定，你生活中一定，你是巨蟹座吗？你不是吧？一直保持流行。不过，其实我觉得，如果谢天一能像口口一那么会表达就好了。我去年有段时间还是谢天一教会了我很多事情。不值得。谢工藤新之助送的纸飞机。谢天一可会表达了，我觉得。我觉得谢天一是动感101里最聪明的人。瞧不起谁呢？没有。老爸，虽然谢天一是挺聪明的。对，我觉得谢天一真的挺聪明。我就比他差了这么一点。嗯，没事。更重要的是。嘴上要将自己躲被子哭，也不是没有。对啊，那这谁不是呢？那他为什么叫笨笨？就是混淆大家的视听，知道吧？大智若愚。就是我们是这个资本运作下的商品。瓜爽，瓜爽也挺聪明的。瓜爽看起来就很聪明。漂亮，或者你比较好吃，大家都觉得你比较好，就会把你放到前面。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我刚刚说到哪儿了？你的包装不够漂亮，你就会放到后面。就是因为经历过那样的。就是真的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低沉和黑暗的时期，然后现在就是在那一段时期有过说我坚持不下去我想要走的想法，但是在我回来以后，就是在我真的完全回来以后，我发现真的不行。什么叫真的不行？是我觉得我离开了这里不行，因为我好喜欢这里，好喜欢这里。是一个非常虚定了的事情。不是咬牙坚持了一次，也可以说咬牙坚持了一次。现在不是养成。不知道哎，不知道是不是咬牙。没有2.0、3.0。就我觉得咬牙坚持听起来好像很痛苦的样子，我觉得不应该叫咬牙坚持。嗯，
反正就是回来以后就没这样的想法，就再回来以后就没这样的想法。哦，是你自己啊，对不起，对不起。对啊，而且有很多东西都是你才让你痛苦的一切都变为信仰。原来它这么有价值。我不只是喜欢跳公演，就是等到死后，我来的时候，清明对，你们知道我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身边有人说想走，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说天哪，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就好像你给死人烧了这么多纸，如果你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没有爱过，那个时候是有什么意义？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我讲不知道怎么说了，嗯，今天买了枇杷，我上次就是在。另一个水果店，就是剧场旁边的另一个水果店买了枇杷，我觉得那个枇杷好好吃。对啊。然后今天又换了一家水果店，不知道那家水果店的枇杷好不好吃。但是枇杷上火嘛，枇杷应该不上火吧？改变的过程很痛苦。是，而且，说呢？啊。那个我来口袋吃柠檬，我看到你发的，刚刚被刷上去了。我就是可能有时候坚持不下去了，就是要那个坎儿，你得忍忍，你得坚持一下，你真的得忍忍，你得真的可能你觉得一个坎儿跨不过去的时候，就像我之前看过一个漫画，就是那种喝鸡汤的漫画，就是说有个人挖水井，然后他挖了100米都没有挖到，然后他就放弃了。但是其实他再多挖1厘米，那个水就出来了。东西就是我的恶和我的善，它不够极端。枇杷上火啊，真的。我就，哎，难，我不知道枇杷，不知道，因为我前两天麦粒肿我还吃了枇杷呢，我一口气吃完了。我是一个哲学家。谢魑魅魍魉传我送棒棒糖。有没有问还有人想喝饮料？谁问的？两位。你能帮我问一句？你说口口一问谁有火腿肠？他是要点东西吗？喝饮料？现在没得喝了吧？没冰吧？啊。嗯。现在有好多年龄。手忍住，别碰眼睛，好的。好的，忍住。啊，深刻到不知道发什么弹幕。哦。随便发个哈哈哈，嚯嚯，是啊，确实就好了。有人永远喜欢跳公演，但是目标变了。是因为是因为他站的位置不一样，我觉得。Hello， 欢迎明年冰，欢迎明年冰来玩。焦虑了就去玩模拟类游戏，除非你是一个模拟人生啊。说到模拟类游戏，我想到就是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小组六个人就是当时轮流玩那个模拟人生，那个时候好像是买那个盘嘛，然后每个人玩。我有一个对模拟人生啊，不行，我的火腿肠被我吃完了。被我吃完了，所以我才找别人要火腿肠。在这个地方，枇杷不上火 ，OK。要有钱有势，哦对，就花了好几个小时给一个人捏了脸，花了好几个小时给一个人捏了脸，然后就带他去烤烧烤了。然后烤烧烤呢，他烤烧烤嘛，我就突然想上厕所。我就去上了个厕所，回来以后发现我花2个小时捏了脸的那个人死了。他怎么死的呢？他被烧烤架烧死了。就烧烤架的火烧死了模拟人生。然后我就再也不想玩这个游戏了。我很生气。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很生气。可以看到我的下场，我已经好久没有去了。我就不应该上那个厕所。谢谢爱阔阔了。送的。就1分钟吧，1分钟就烧死了。幸运数字。对，捏脸2小时，游戏5分钟，真的就很无语。然后第二天，我们不是交换着玩嘛，然后拿去给我同学，同学说，啊，你昨天干了什么呀？然后我跟他们讲了以后，他们一个数字，当然不是因为就是跟你们差不多的反应。你看8乘过来，它就是一个无限的一个。但我觉得很无语，因为我很生气。你说高中生，我回去还写作业呢。高中生回去还写作业，我还背书，我还花2个小时玩游戏。但是你
是零，而且两个小时还没玩，是捏了个脸。他连一点弯都没有，连一点交叉都没有。谢谢何阳红送的纸飞机，重要的是过程。太美好的事。那模拟人生的人能长得多好看？那我还不如去玩剑三呢，还不如去玩天涯明月刀呢。那人那脸捏的才好看，那模拟人生他的脸能捏的多好看呢？就如果我浪漫一点，我就喜欢零；如果现实一点，我觉得八就很好。M O D。如果看它的含义。今天的造型。Let's go, let's go。Ready, ready, 哦哦。这是一个人的臭脚丫。谢谢历史丹妮送的棒棒糖。这什么牌子火腿肠？双汇王中王啊。什么？我综合。金罗热力多啊。还有一个叫 Q 去的那个肠，我可喜欢吃了。不会综合。叫 Q 去，它这么长，这么粗。都不会。然后蘑菇味的最好吃，我超喜欢。Hello。水杯图案，这是染味应援会送的绵绵冰哦，谢谢染味应援会，因为人类会自食其果，谢谢染味应援会，谢谢染味和他的应援会。金罗赛中赛过分了，过分了，我的在这儿，哎，看不见，就是可爱的口口的有淀粉还是没淀粉？淀粉肠能好吃吗？皮味儿的臭脚丫。淀粉火腿肠能好吃吗？午餐肉也是。哦，我跟你们讲，我在快手上关注了一个吃午餐肉的大师，他吃连续每天吃午餐肉吃了快两年了。想一想可以吗？他会介绍每天吃各种各样不同的午餐肉，在每天吃的食物里都加午餐肉，啊就是、哇，好香啊！我也是贪心的，但我觉得人贪心不是一件。对，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因为如果你不贪心的话。什么午餐肉大师？就是你。啊，对，每天都跟别人说生日快乐的那个，是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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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我好喜欢他，我天天都看他的视频。支持一下吧，因为我也很喜欢吃午餐肉。上次开会说了，我们眼睛好多了吗？嗯嗯说这些事情，好多了。大家支持一下吧。我没有说吧？没有提到这个话。吓我一跳。葛世贤，对，没错，就是他。Hello, Thailand。葛世贤，没错。Fine. Hello, Thailand. 我吃火锅都爱吃午餐肉。我相信你会说中文。我吃火锅一定要点午餐肉和毛肚儿。耶！午餐肉哇，太好吃了！还有蟹肉棒也是吃火锅的时候必须吃的。串儿是不是插的最好养的？现在是的，他现在特别想午餐肉，你们谁给我？不，我想火腿肠。午餐肉不需要，火腿肠就够了。屏幕这儿来一点。膝盖几号再去？等周一或者周二吧，因为我要约一下那个医生。避点苕粉，苕粉我不太喜欢吃。谢谢。虾滑我也不太喜欢吃，这个名字谐音。梅林午餐肉当然啦，梅林午餐肉是什么？不会还有人没有吃过？不会没有人，不会还有人没吃过梅林午餐肉吧？不会还有人没吃过梅林午餐肉吧？对呀、啊，午餐肉，午餐肉跟火腿肠比，午餐肉太贵了，买不起，吃不起。有一个午餐肉叫什么 SPAM。它是淀粉午餐肉还是肉的午餐肉？肉的午餐肉。贵吗？纯肉贵。那你说个，对不起，我以为你要推荐一个便宜的午餐肉给我。谢谢小不带的啾啾，谢谢你，谢谢 UBW 送啾啾。这表情包是谢天一？不是啊，我跟谢天一日常聊天就这样。所以来犯小偶像是吗？叫释放啊。四八是个男团，是吧？串儿是个小机灵鬼，那是的。我吗？谢谢。对，神秘代码91423398，大家了解一下。没人领的。午餐。红烧肉罐头吗？93398，大家去玩一玩吧。哇，你们别说吃的了，行吗？我好饿。他们说午餐肉黑椒味的很好吃。
打开新世界说。真的吗？我没吃过。我也没吃过呢。我真土。午餐肉里没多少，别说午餐肉了，换个 MC 话题。林丽，群里有人说话吗？嗯。群里有人说。无人。有。大家都忙着。直播。直播。我们队应该都在直播。谢谢瓦林的纸飞机。看看，连个麦吧。生的要加工。鬼嘞！只有王瑞琪跟潘璐瑶在直播，我们队。大家都结束了。哦，可能在洗漱吧。嗯。谢妮可记得曼送的花雅秋千。小树，小树不在啊，小树电台吧，应该是。这边有个粉丝叫河阳红红。对，我刚刚也看到了。这证明了他在每个直播间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有的人没开连麦，连麦还能开不开的？不行。来了这么多我不认识的新伙伴。可以不开？怎么？可以不开连麦啊？还可以，不可以啊？来听听我讲故事。连麦可以拒绝，那不是不开，就是一直有一个连麦的标在这个地方，我手指指的这个地方。进群送安利大礼包。云姐就关了。可我只知道可以拒绝，但是不知道可以不开呢。可以不开？哦，连麦功能。哇，那我要是自闭直播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开连麦。嗯。还要研究一下。明天看房间。我不知道我证件会拍到。请教一下云姐。可能是白天哦。都是新粉啊、哦、真的吗？新粉是什么东西、嗯、开直播之前关闭。有新粉啊。哦。OK。过程中不能关闭，要开始之前关闭。好的，我明白了。那我今天跳的小王子，下次可能还跳一次。因为今天出了音频的问题。一个完美的小王子。会不会天草莲？嗯。周年那个公演角色。都来做我的学生吧。谢谢你可记得曼送啾啾。谢柔天使送秋天奶茶。我感觉我今天说的差不多了，我要说的都说完了。是的，我也是。那有什么多的，我在口袋房间再说，或者等拉票的时候再说吧。我拉票时间应该是六月中旬哦。你们要早点睡觉，明天再来看老师的直播好吗？我好想吃火腿肠。这个人到底是对火腿肠有多少执着？我对自己那几个学生，哎呀，他们都是很可爱的小孩。不会是端午节哦？很可爱，有可能是端午节弟弟妹妹，大家可以，嗯。哦。我今天要洗头。哦，小五怎么没给我发消息？他们要找我呢。要订外卖，不订外卖太晚了，太晚了，订什么外卖？可能睡着了，我觉得。哎呦，那我明天还能蹭个发型呢，你们。那我走了。好的。拜拜。啤酒。下课下课，下课下课。下课铃声。什么？放学啦放学啦，不光下课啦，放学啦。谢谢江小白公主送啾啾，就这样吧，朋友们，拜拜，爸爸妞。现在不是第一次的火候送的啾啾，谢谢琪琪送的啾啾，谢谢沙依依苦送的啾啾，晚安八八六，这么晚了我还要不要在口袋房间说一句话呢？谢谢松树轮子送巧克力，谢谢柚子送的皇冠，谢谢老板，谢谢皇冠。你们23号擦肩而过。23号，今天几号了？29。23号是什么？然后生日公演吧。过得太久了，我不记得了，对不起。哇，我好诚实，有粉丝跟我说擦肩而过。我上车前。哎，许晨宇有火腿。好的，我要。他不是火腿。它是哈尔滨红肠啊！哇，好香啊、哎！我也想吃哈尔滨红肠。好了，我要去小曲那儿。你能让他拿下来吗？你能拿下来吗？你叫我了，你下一次要是跟我擦肩而过，你得当时给我发翻牌，或者在口袋房间跟我说，你说啊，可不可以跟你擦肩而过，这样我就会记得。行。
现在我就是我记忆力不行了，知道吧？因为我脑子坏掉了，就是没有以前聪明了。我的脑子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能够记得东西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脑子现在没有以前记忆力好了。太沉重了。好了，谢谢守天使送我圈圈奶茶。是因为我，对，因为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的脑子没有以前好了，就是这样。不是老了，过分啊！我把你踢，算了，我不踢了，我要下播了都。不是跟年龄有关系，是其他的原因。拜拜，我要去拿红肠了。晚安，朋友们。